果让驾驶人选择，什么驾驶环境最危险？在农地中停车一定是其中一个因素。依据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的统计资料，农务每年造成的平均车祸数字高达31385次，511人死亡，11812人受伤。印度在2017年更是高达11090人死亡。可见雾中行车的危险性绝对不容小觑。以下我们提供四个雾中行车避免车祸的诀窍。一、慢慢来。天候不佳时，请降低车速，迟到总比赶时间造成车祸要好。二、使用雾灯。雾灯多为黄色或红色，穿透力强，可有效降低雾气的散射，确保前车后车可以清楚看到您。三、保持更大的安全距离。加大安全距离，降低车速，能保障行车安全。四、请有效地利用道路反光标记。雾中行车标线难以被辨识，尤其是白色的标线。路上的反光标记、聚光、反射的功能都比标线优秀，能有效辨别、预判行车动向，避免您驶出车道发生意外。极端气候的发生率逐年提高，除了驾驶人应该要更为专注，道路环境也应该要与时俱进，以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